开始。差不多了。下面我们比我们是用什么样？稍微起一点，然后记住。来看这一次的展览，然后在这个部分呢，其实路途有点远，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大家。今天的活动呢，就只是在很自由，在也没有主持，然后我来主持。本来是老板娘要就主持了啊。哦，在今天是在我们在本来是主体是在从两点半。老师也是在他自己在做西藏的有一些东西，然后在他的做厂，也是在很厉害的书法老师，然后他是在也是在做有氧，再来呢就是也是藏老师，也是在非常老师在自己要介绍介绍一下，我觉得这样最清楚。那我是唐卡，然后呢你们在有什么唐卡上面的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交流。直接可以再给我问我问题就可以。那今天的活动是就大概就这样。再来就只是四点的时候呢，有个老师要在代表安排，他在做有感嘛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然后四点半在我们会那在路上来，我从斗六来，路上在斗六，有朋友去西藏，那本来是我要跟他去，我说啊不行。隔山的展览嘛，我一定要在台湾不能走，所以现在是朋友跑到西藏去，哇，看到那个照片啊，还有那个转山的啊，哎呦，太感动了。那个人啊，就是说你心里有一个信仰啊，是你有一个重心，其实肢体的一些辛苦劳累，那都不算什么。那和尚呢？我去认识不久，去年才认识他，在丰原的那个杜母山寺认识。可是就觉得很投缘、很亲切。他的作品看报非常敬业。我本身是台湾艺术大学书画研究所毕业，一直都在写字画画。那这个唐卡略略知道看过一些，但是不懂啊。可是另外一个文化投缘，其实。秀如小姐回来这边之前在台中，我们就熟了。这么好的地方，刚刚我们小七先生他从美国来的，他说哇，怎么有这个秘境，这么好的秘境，我觉得还很多。好，那这个一年其实很感谢我好朋友哈。那上个礼拜6月1日开幕，我妈妈来，我还在京都，刚从京都回来。所以有很多因缘，很多不同的状况，就是像日本喜欢说的一期一会，其实就是把握当下，就都没有从美国来的这么远，那我们等下再介绍这个小溪非常特殊的朋友。来，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叫做迎宾曲，我们才刚练一下，试看看，欢迎各位来宾啊，迎宾曲。大家好，大西德的，好，我先跟大家介绍今天分享的这个小叶杜鹃，然后刚好在家乡青海青藏高原中出啊，采烧的季节，那其实我来台湾已经快20年，那在过去，算是说弘法的这个路程，然后慢慢的融入了台湾的文化、生活、艺术等等等等，那么我的理想啊，很想跟你们分享我的家乡的植物啊，那因为我小时候就跟我父亲学掌艺，那我对于高原的植物
很深的感情。在台湾的时候，有时候怀念家乡，好想喝，好想吃，可是去一些店里都找不到。所以今天大家喝的就是他的故事来源啊。那当然，在台湾的话，其实有很多的需求，挑战，然后也有很多的技术，高技术，所以很想创作关于书法的推广，所以这几年呢，认真的写了将近快完成了，400公尺，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卷轴，快完成了400公尺。所以自从其实后来看到达尚的唐卡，我400公尺也算不了什么，但是因为他们两个是一起的，所以呢，我也认识了达尚，就一直联络，因为我也是有时候只是纯粹书法，当然可以展，但是因为我们藏传本身这两个是，也是说佛的化身是文字，所以就这样的因缘。那这一次也非常的这个荣幸。然后有这么棒的这个场地，然后地理人和，所以希望大家开心愉快，也非常的开心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也是非常去过很多国家，所以在台湾其实是很棒，艺术各方面，品茶品香，我也今天带来一个藏香，我自己做的，等一下给大家分享。所以如果这么好的东西啊，其实如果不欣赏不支持，你挂也没有用。我在家乡读佛学，再来闭关，那闭关其实就是有点像啊，好，请不要讲。闭关是必必死的，所以呢，其实必须得有锻炼，身体锻炼。那当然，这个历史和背景非常的深入跟悠久。早期它是属于我们叫做保密啊，那大概将近20年开始开放，就是说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东西一定要跟大众分享，也是一些高僧人的许可。所以我也在台湾慢慢的研究怎么样让台湾人能够可以吸收。然后早期最早我在弘法，在那个台北监狱，那时候就开始研究他们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每天教一些禅修，教他们打坐念经也是会无聊。那我也发现他们的关节啊、胃啊、肠道啊，或者是骨头啊，很多状况，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分享看他们，所以我发现神的很大的进步改变。所以从这开始就大概已经7、8年就开始有一些开课之类的，所以等一下跟大家尝一下还是品一下这个瑜伽。好，谢谢。OK， 感谢哦。然后呢，在张老师可以开始，然后再来，我们是在温唐卡干唐卡自由，只能到四点再做有氧吗？对 ，OK。
小心有潜力啊。音乐家是学的，回家没有用，这就很可惜啊。所以如果有机会，在你的生活里面多了一点音乐，多了一点美术，而且是非常愉快的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其实不是什么正式的茶会啊，就是很轻松啊分享。我们在征求啊，看还没有朋友要来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举手。
准备来预备进。行他的那个承诺哈，住在叫长谷寺。长谷寺这个地方就是种了很多这个牡丹花、芍药哈，就是为了他的身体有些状况，所以要入药哈。那我在那边画画哈，画那个牡丹哈。我的吹手叫做萨多玛阿皮，这首呢我们台湾人翻译叫做又见炊烟，非常好听的歌哈，我自己很喜欢。那其中有一段叫做西子喀纳，西子喀纳，安静的、啊、安静的秋天啊，但是这个叫做里之秋了啊，里就是地方的意思，秋天的气氛的感觉啊，里面很多在描写日本的秋天哦。那刚好里面呢有个叫安静的静的静子一个阿嬷啊，我跟他谈得很愉快，很投缘，反正我就刚好带着我一本小画册。这是我的 小小的画册的小作品啊，请你指教啊，他很有兴趣，哇，看得很喜欢。那日本人哦，不会随便跟你开口要东西，他居然跟你说，老师，你这个照这个画册这么漂亮，可不可以送我？哎呀，我就说，他没有，不行嘞，不，他吓一跳，被他拒绝，他都觉得很失望，对不对啊？我说，他说为什么？我说，哎呀，这不好意思。这个很旧了啊，旧旧的这个画册，没有新的呢。这个旧的送给你，我也不好意思这样。哦，不是不是，这个没关系，里面这个都还很新，没有问题这样。如果你都送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的保存这样。我说哦这样，那你不嫌弃的话就送给你。哇，那你很高兴，然后就吹了这个萨多玛给他听。然后哈，吹的时候他们就在唱。唱那个他们唱那个日本的歌词啊，他说啊，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他说啊，西鲁马德西亚瓦塞，他就说了一句这个日文啊，我有点很感动，他说啊，西马干官啊，西鲁马德西鲁就是死了啊，西亚瓦塞就是很幸福了，现在如果死的也都很幸福这样子啊，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有特殊的一个经历啊！你看我美术的画画，他看到啊，所以这个台湾也有的这个又见炊烟啊，他们的李志秋跟他们一起同乐啊，哇，非常的，你说又拉近了台湾跟日本的一些民间的交流和情谊啊，所以啊还没有写的赶快找时间写个音乐，写个什么，像我这个啊出门带。就放在口袋啊，都可以放在那个包包都可以。我去日本也都带着啊，啊，就是有点小难度的啊。很难。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啊，可以先从那个北萧啊，就是配合五行的那个细长的北萧就比较容易了。当然，先吹笛子，再来吹北萧，再来吹直八。就等于是一个进阶啊，就会比较觉得比较轻松哈。好，那么尺八我自己很喜欢哈。那小时候就吹我们台湾箫叫南箫哈，我们台湾叫水南箫。那配合古琴那种箫，细长那个是北箫。那南管的箫，那另外又是另外一种箫哈。那看工资谱，那这个尺八箫又是另外一种系统，非常有趣啊。所以。
我们的很多传统的文化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香的这个好茶。我现在先用一首叫做《茶香慢》，我自己写的曲子的啊，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么茶香弥漫在这个仰视，在这个空间，我们很多活动哈，很多一些玩音乐的朋友或者团体都会找一些音乐来演奏哈。那如果有一个量身打造，或者说在这个地方自己感受他所创造出来的，那个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哈。那这个茶香慢是我大概五六年前，中华茶联很多活动会常常请我去吹笛吹箫画画写字弹古琴，那我就觉得哎呀，如果有一首这个在台湾自己实际的感受所写的曲子，那应该会比较好哈。这个就写这首叫茶香慢哈。好，你来听听茶香慢。
전국 영동라차 No.